当老婆说想吃麦乐鸡，搞点嚼头子。啥是嚼头子？吃点。就是晚上过了12点以后不吃点，你们被饿死。不吃点睡不着。做给你做麦乐鸡行不行？想。把这个鸡肉啊切成小块，先把它给搅吧。刚好缝可对齐，快速。那边是慢的呗。慢的就快。哦，这回这个做饭的进度就快了很多嘛。跟你说早点买。早点买，这个很干净，不用洗。看着小肉泥儿，哎，那要一个季。看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土豆泥儿。哎，说去，这个土豆啊，没了，等会儿不够了，我真服了。我鸡胸肉是高丽，少倒点花椒酒去个腥。五香粉。咱先蘸水。麦乐鸡哪有放辣椒的？哎，咱今天就做个放辣椒的。你就不想让我吃呗？那不是，好吃的在房间这个东西。你是真不想让我吃？这个东西是黑色的咸盐。少放点儿。来自于阿拉伯。我真不爱吃。然后这会儿啊，拿你96年的小手抓的，不是96年的手不行。恶心。哎，手法很专业呀，是这个形状啊。就炸的时候姿势一定要帅，一只手扶着灶台，一只手拿鸡块。脚还得这样的。一个一个的放啊，小心粘脸。以后请尊称我杭州市九堡区杂货小王子。然后呢，小宝贝，你吓我一跳。我看看。嗯，来一些番茄沙司。啊，怎么样？老毕了，咱们就说川香麦乐鸡，请君品尝。哟，嗯，看这小味儿，哎呦，嘎嘎的。来吧，越小归越小，养生可是养生的嘛。这个牛来。嗯，怎么碰？哇，真好喝，香，尝不上来，缩了个手指头呢，这个变态！你都抠成那样了，我能不缩了？想吃酥脆点的，自己裹个糊就行了。啊，这样也好吃，知道吗？很香，我觉得这个如果用空气炸锅炸的话，应该减脂也能吃吧？油炸的香。我就说如果用空气炸锅炸的话，油炸的香。你这辈子减不了肥了，我也是。我最起码身上刷碗呢。嗯